的。是六级前我觉得是有机会，毕竟狗熊的六级是落到后非常容易抓人头的一个英雄。哎，在那边卡卡先来了，是只刷了自己的半区蓝 buff 就过来，看到毒影 B 推线，这边交闪拉断锁链一个 W 技能打河蟹的一个时机，对，小天已经是刷到了三级啊，少打了一下路的死甲虫过来，然后知道卡塔这波红 buff 一定还没有打，而且中路也是杜云碧先送线过来，是，但是毕竟落后一个闪现，感觉中野要打二 v 二，上路现在 Nobody 应该也是要靠过来吗？先回家，因为现在半血不到啊，红 buff 已经被小天给拿下来，恐惧到，但卡塔有个爆裂球果把两个人给弹开，奈特绕过来，小天卡了一个视角过去，一个 Q E 直接逼出了奈特叫 W 技能，分身也是打了出来，今天这边带着一个过半的怒气过来，小天闪现撞墙了。没有攒到死甲虫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觉有点难走了，而且一血是被奈特的平 A 给带走，拿了一个双 buff， 下路也打起来。JK Love 是交了闪现来躲一技能，但林伟强贴脸的一个 Q 技能加上两下平 A， 可以收掉 JK Love。预言家现在的雷欧娜这边也是只能赶紧撤了，没有后续的一个伤害。但这波再往前走，小天排这个人感觉会有危险，被卡塔直接无畏冲锋冲上来，先 Q 技能给给予，是两个队伍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顶尖的，你可以看到在利用这种兵线权上面的进攻，都是即使烦了一个阿玛我也要进来。对，小天是扛着这个幻影锁链硬是把红 buff 给扯下来，交了 R 技能跳着，但是卡萨是直接跟闪过来，一丝血怎么神医过来，神医救回来了吗？神医可以妙锁回天吗？他没有成功，虽然两段的一个一技能，但是后面毒影被踢下来，最后方一个大招直接关灯，现在开始恐惧把他把 JK Love 给击杀了吗？治疗好了，但最后还是被毒影贴脸给输出给击杀，预言家这边感觉也很难走，毒影是声东击西，先 Q 了一下奈特，一丝血没有 Q 死奈特，但是正面再斩掉了预言家，他的这波交换人头已经很赚了，是这样让中路的 Doin B 现在是补了两颗人头，但是奈特这边也是两个过上路狂城 PK 吗？看到 Nori 交第一段大啊，秦天很稳，这波真的很稳，就是分配上面，哎，这里神医开大了，想要配合杜一命进场，想直接找谁，找到的是残血的卡萨，卡萨已经开过大招了，最后小天再一做，最后是神医的一个点火拿下的人头，而且这边秦天也有点危险，是赶紧横冲直撞往后拉开，方不拉是现在滔搏这边中向也现在都领先的嘛，哎，中路看到这个 Love 落单，杜一命是直接先手，神医从右边跟过来，一个魅惑加圣诞登场的一个击飞，最后是由神医再度的利用点火，毕竟你从 JK Love 的经济你在对比 Nagori 的格温，对吧，格温这里其实也是很瘦弱的，对，交 TP 过来， Nagori 是刚交完自己的一个断续举走，虽然刚刚是 A 了一下小兵有一个一技能的刷新，但四个人来越他没有闪现，没有操作空间，过来都有可能要直接被妖姬贴点的话是直接秒了，是落太脆了，这波是交一，主要是 JK Love 没有舍得交闪现拉断这个锁链，嗯，对吧，然后最后恐惧效果，但是这里卡萨跟 Night 感觉要动手了，而且雷欧娜也从正面包过来预言家，但是这边有个 TP 是来自于 Nobody 的一个 TP， 对面先开大招，先打了半条血量，而且恐惧到了残血的一个卡萨，还好这边走不掉， Nobody 落地以后拿下这个人头，再一捡把预言家的闪现给捡了出来，还有一段大招往前，这边小天想留人，预言家开了一块表，但这个位置感觉要被压起身了，虽然幻影锁链反手练到了，但是 Night 完全不敢踩进去，自己也是被打出一个闪现，快，而且他们是绕了要在上方这边过来的，对，虽然说雷欧娜明显是先到，对吧，但是你看伊德瑞尔这里是被区隔开来，嗯，就如果还去在小地图上，如果应该还是去打出了 JK Love 的一个技能，让 JK Love 绕特别远，就说这波协作做的比较好吧，第一时间看到人之后牛宝直接亮 T， 然后小天正好也在附近，嗯，主要鳄鱼的时候灯被关了他也没办法踢，哎，奈特，哎，奈特这里是神医很关键哦，虽然说他两个点火拿到了两颗人头，对于一个辅助来说比较不希望自己去吃到人头，这里关灯想直接开，开的又是开启了一个大招的一个卡萨，卡萨这个位置又是被恐惧出来，但是反手预言家给了一个日炎耀斑，让方布拉斯的一个追击稍微被延缓了，没有再往这个深的位置去追，因为中正好这边板子给到奈特，但是没有绑他，哎，奈特Nagori 这里正面跟秦天对打一波，但是奈特赶过来，但猎鹤锁刚刚的一个幻影锁链好像锁到的是小兵，反而是被Nagori这个最后一段大招直接给戳出了自己的进化锁链，但秦天过来再一个 W 电住以后，一丝血的奈特还是很勇敢的上来利用 W 技能拿下来，这是比前期慢下来了，日炎耀斑直接尝试，但小天是直接 Q 技能躲过，而且还反手想开毒命进去，直接挺进减速的两个人，狗熊接了一个大招，小队被逼了出来，这边想杀 JK Love 被恐惧住，这个六现在还剩下三最后的一丝血量，但是这场毒命先被处理掉了，而且后续小天也很惨，林伟强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起火目标，另外一边神医这边赶紧是一个轻武神装拉出来，靠着 Nagori 在前面扛出一片天，把小天一丝血想要回头再 Q 一个人，他躲过了造成的一个 W 技能，劈了林伟强的一个伤害，是拿到了一个 double kill， 院家的血量也很低，回头指一下，但是再被林伟强一下平 A 给带走，拿到了一个 triple kill， 能造成那么多，
对面有可能就强行把它操作起来。那个恐惧其实已经挂到了，但是 JK Love 就是最后的三成左右的血量锁住了，没人补伤害。但我刚没有特别注意到 Knight 是怎么倒的， Knight 的闪现还在，这大龙血量很危机。擎天是没有大招过去想拼一下，但是大龙已经被拿下来。但是 JK Love 在岸外的一个输出是把龙坑里面的威鲁斯给杀掉了， JK Love 补了一波经济。我们来看一下中路这波团战的一个回放。这波格温第一时间不在正面，所以一开始会是一个四打五的状态。哦，被抬了，然后李伟翔先给一剑，踩过要被拍晕，然后 W 完以后走到小天的那个脸上，然后被拍晕以后，李伟翔补上了一发一技能。是，哦，抱歉，我这前面的这个团战描述是错的离谱。李伟翔不是没有找到输出的目标，因为我一直在看他没有给到正面那个 Doing B 的，就是。他没有跟上前面，但他把 Knight 配合没看到，致命节奏没有触发，致命节奏没有触发，应该是妖姬走位掉了。Nagori 又是在这个隘口直接一个人上去，把预言家打到半血，闪现也打出来了。但是 Knight 是绕出来，应该是已经被岸上的一个真眼给看到了。杜云碧也在查，哎，我看到你，但你没看到我。这边想要直接找妖姬，但妖姬弹回去以后，再将一个模仿的魔影迷踪往反方向逃脱，再弹回来，但是正面。这边 Nagori 是一个大招，直接穿到了对面的三个人。预言家这边血量已经很危机了，林伟强是被后方的一个 Knight 给偷掉。镜面过来看一下龙是谁的，龙最后是被小天稳稳的扯下来，拿到一个土龙魂。擎天这边已经先死，小天一个大招做到 JK Love 身上。JK Love 虽然想要在暗在扛住狗熊那个输出配合了队友妖姬拿到了神医的人头，但是格温没有人挡， Nagori 拿下一个夸抓 kill。最后 FunPlus 是还有三名成员存活，刚好是上中野，看一下时间够不够一波。32分钟半左右的一个游戏时长，感觉是有机会的。因为格温虽然 ADC 倒了，但格温的拆塔速率非常的快。是的，梦魇这边其实拆的也很快，完全有机会来一波。而且他们这波还带了大龙 buff 的一个兵线，他们清线也很快。最快复活的11位需要20秒，打野的卡萨也还有10秒以上才会复活。虽然预言家复活了，但是雷欧娜只能看着 FunPlus 把这个双子星塔给拆掉，基地厨宝应该也是守不住的。让我们恭喜 FunPlus 第一局是先取得点，1-0，暂时领先。